但关于这个金正恩是不是扮演主导角色，我觉得宁肯说他是个主动，他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主导角色应该说还是美国。那他主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整个事情说的就是他的事情嘛，就是需要他做反应嘛，他不做反应的事情就僵在那里嘛，所以他显然是扮演一个主动角色。之所以这个川金会这么一波三折，那当然双方他们都要考虑到怎么样不要让外界看起来好像我是处于下风的啊、所以而彼此之间有不信任，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出摩擦。我们甚至可以说，直到开幕那一天，你都不能说这个会就一定开得成啊。直到闭幕那一天，你不能说这个会都开得晚。那开到半道不开了，这川普讲过的嘛，那话不投机，他可能就离席了，这都可能啊。因为这两个人都不按牌理出牌，都有些任性。另外，所处理的问题呢，又对他们来说确实相当敏感，那么基本上来说呢，我觉得刚才那个肖振华教授谈的，我觉得他对这个朝鲜已经做了很清楚的介绍，但是有点我还是有点疑惑。我觉得朝鲜确实是提出了契合的主张，不是说让别人来承认他是个拥核国家。因为如果是最后会谈的结果，你是肯定朝鲜是个拥核的国家，那你川普就输定了嘛，那可能你川普那根本就下不来台了，这是第一。第二，你看他们双方提出的这个契合方案，我们知道美国提出的方案和金正恩提出不一样，金正恩提出是分阶段，那分阶段它只有对契合而言才有分阶段和不分阶段，如果我只是不做核试验了，那你没有分阶段的问题啊，所以单从那个方案分阶段的方案来说，那么它显然也是在做真是在说契合的问题，那么这当然就是刚才能的这个张刘平先生谈到，你这个北韩他花了那么大力气，他导致他核武器，他有什么用呢？那我想我们当年在中国，我们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我们这儿中学生啊都非常兴奋的，所以你可以讲，首先对他觉得，对于这个提高国家的这个威望，尤其是在一般老百姓中间提高这个领导的威望，这是很重要的。作用是很大的。那另外呢，他确实，他并没有这个去侵占，用核武去主动侵犯外国的这么一种可能性，因为他如果要用原子弹打别人，那别人势必会招致别人的这个报复性的反击，而且，行，那无非就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那都有比他强大的多的核力量。所以对他来说，如果他主动发起核攻击，那对他来说毫无疑问是自杀啊。但是呢，对他确实他有着强大的这种保卫自己的作用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更强的国家要来进攻他，那么他因为有核武器，所以谁都怕他乱扔核武器啊。那么这点来说就没有回来敢去在军事上打他的主意。所以对，在就这点而言啊。朝鲜拥核对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是有利的，那反过来呢？那也就是说，他提出的金正恩提出的那种说法，就如果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如果这个有关方面能够这个消除对朝鲜的敌意，那么朝鲜没有必要拥核。那确确实实，如果他不存在这个外部的这个危险的话呢，那么他确确实可以不要核武器。因为要核武器呢，对他说固然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使得没有一个外国可以在军事上打他的主意。但是他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代价太高，那就主要经济上的价，劳民伤财。另外呢，持续的遭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制裁，造成这么一种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在外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尤其是近段时间来那个国际制裁加强，那么肯定使他经济上的压力非常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当然，美国方面，川普一再说也扬言要这个，甚至要这个对朝鲜先发制人，就是采取了这个核打击，把你的核实一举摧毁。不过这个当然要一直有很多人建议提议，对于特别是前段时间金正恩表现的那么恶劣，很多人都主张是，都美国应该开打，但是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呢，美国要真正。先发制人打击金正恩政权那是谈何容易，那可行性非常非常小啊。但那么就从这个情况看，既然金正恩他这个拥有核武器有这么大的风险，有这么大的麻烦，
而没有核武器呢，又会使它的安全受到威胁。那它有没有可能性真的放弃核武器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从金人自，我们也不知道金人他说弃核到底是真心的还是骗人的，但是我觉得不如反过来想，就如果金正恩真的要弃核，那么从金正恩的角度，是不是符合他的利益？如果我们算的结果就不符合他的利益，那他我们就认为他绝对是撒谎的，骗大家的。如果我们认为呢，如果朝鲜真正弃核，也符合金正恩的利益，那么他就确实有可能真的弃核。至于他是不是按照我们所替他着想的这个自身利益，那当然另外一回事情。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解读都有很大，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那么在我看来呢，其确确实实，金正恩如果真的弃核，并不影响他的安全。那么当然，就像这个波顿提个什么利比亚模式，那刺到人家痛处。当然利比亚模式也不是说这个美国完全骗人，先骗了你这个卡扎菲弃核了，然后跑来打你，那开始不是这样子。因为当年那个卡扎菲这个也是经济上的压力很大，而且呢美国方面也扬言要先发指针摧毁他的核，如果你要搞核武器我就先打过来。而利比亚在这方面呢，他的情况就不如北朝鲜，不如朝鲜。那朝鲜有个很大一个杀手锏呢，就是你要敢来摧毁美国人，如果你要敢摧毁我的核设施，我就可以去打南朝鲜，我就该打韩国。另外你把我核武器摧毁了，我的常规武器那火炮都可以打到韩国，都可以把你的汉城打得稀里哗啦。所以他这有这么一个要挟你，而你利比亚没这么一个杀手锏。所以如果是你真的搞起核武器来了，美国方面一通轰把你给你炸掉，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所以也就是利比亚要持核风险更大，未必能起到保障自身安全的这个作用。另外这么一来呢，结果利比亚卡扎菲就决定弃核，而且在联合国和美国的监督之下完成了弃核。弃核之后呢，果然换来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他的友好，有很多的友好表现，经济上的帮助啊等等。只不过这是发生在2003年的事情，年底是。只不过7年之后，这个利比亚和其他的很多这些中东国家一样，发生了茉莉花革命。就是内部的人起来造反了啊！刚才这个刘明先生也都谈到，你核武器可以震慑外部的敌人，但是对于你内部的敌人那是没有用的。你如果你要搞公平政变，搞这个兵变，包括你说茉莉花革命、天安门运动这种方式，你核武器是没有用的，因为毕竟你不能用核武器对付这些人的。他这里是敌我界限是没有界限的，所以你没法用核武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发生茉莉花革命那么卡扎菲就是用武力去镇压。这个时候呢，美国出手呢就是派这个飞机去空袭这个。那么这到头来呢，当然卡扎菲整天垮台，卡扎菲本人也死于非命所以这个当然，你想这个有这个前车之鉴，那朝鲜那岂能答应有这种模式那么这里就问题就来了，你如果朝鲜真的弃了核你怎么能够担保美国不像，和韩国不像对付利比亚一样来收拾你？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办法所以尽管你川普信誓旦旦，你做出承诺，可是金正恩从他的角度，他绝不可能相信。那么这里就是为什么他要去中国访问了？他需要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个首肯，因为他知道很清楚，如果在朝鲜弃核之后，美国、韩国要对朝鲜发动军事进攻，那么中国会站在朝鲜一边，会帮朝鲜的忙这么一来呢，使你美国和韩国呢很难用对付利比亚那种方式，或者对付伊拉克的方式，趁着人家把牙拔了就把你给打掉，这是可能。反过来呢，这个金正恩他不相信美国，他就需要靠中国来做平衡。同时他也不相信中国，但他同时他也知道呢，那你美国又是他的制衡。如果我在朝鲜在弃核之后，你中国现在军事上打我的主意，那边有美国呢。所以有这个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核国家，他们很对立的不友好的国家，他们力量彼此牵制这么一来呢，反而使得朝鲜在真正弃核之后
依然可以得到比较有把握的这个安全。我这是他愿意这个做出这种承诺的，做出这种表示要契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